亮，标志着一个民族的伟大希望。站在虎门炮台之上，回首百年沧桑，我仿佛看见三元里103乡民众抗击侵略者的旗帜在招展，我仿佛又看见林则徐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毅然下令，焚毁230万斤罪恶的鸦片，从而点燃了虎门硝烟的烈焰。我仿佛看见关天培老将军剪下一缕白发，与家中亲人诀别，激战中留下誓与炮台共存亡的壮语豪言。100多年来，中国人民有过屈辱，但从来没有屈服。我们用正义的抗争书写着历史，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中华民族尊严。
同向联合国递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。代表中国方面的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清先生，正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五世孙。鸦片战争过去100多年之后，历史的安排竟是如此耐人寻味。当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3个不平等条约，留下了100年难忘的屈辱，而今天中国人民挺起了腰杆，向全世界昭示我们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决心。前不久，林清先生曾回福州老家祭拜，在先祖林则徐的墓前长跪不起，喜泪飞舞。他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讯，告慰先祖的葬礼。家仇今尽许，只缘神州一腾飞。是，因为我们有了强大的祖国，中国人民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。因为我们有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，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让我们挺起胸膛，骄傲地说一声，我是中国人。
在香港，我曾经见到过这样一条街道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大达地，然而它的英文名字却叫做 Position Point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占领角。因为当年的侵略者就是从这里踏进中国的领土的，所以他们也就毫不回避地在这里留下这样一个海盗式的路标。我在香港曾听到过这样一段母子的对话，孩子说：妈妈，中国是离我们香港最近的一个邻国吗？母亲吃惊地问他：是谁这样告诉你的？孩子如实地回答：我们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。母亲她许久没有说话，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：你记住，中国不是我们的邻国，中国是我们的祖国，是我们自己的家。昨天那段漂泊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，今天香港回归，我们又有了一个共同温暖的家。让我们把祝福和欢笑融进美酒，为祖国干杯。
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吧，荡起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吧，别再四处漂泊。我曾经豪情万丈，眼里痴思乡的泪，那故乡的风，故乡的雨，为我抹去伤痕。我曾经豪情万丈，眼里痴思乡的泪，那故乡的
等了一辈子，总算等到了，盼到了。我要对我的父老乡亲们说，我要对我的祖国说，阳光虽然穿在身，我的心依然是中国心呐。上次在我梦里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这张照片只是真实地记录了人生的瞬间，可它包含的故事却让人珍惜回味直到永远。我们怎能忘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，把人民共和国人将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，全国人民全体站起来了。这雄伟的声音激动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心田。在香港，以艺术家刘琼、苏轼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，为了表达他们对新中国的仰望，
相约在太平山，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五星红旗的图案。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祖国的爱国活动，竟然遭到了无理的非难。他们被驱逐出境，他们被剥夺了在香港的居住权。中国人，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却不能自由地表达对祖国的情感。今天我们顺利地实现了香港的平稳过渡，作为中国人怎能不心潮澎湃，感慨万千。今天我们胜利地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。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呢，怎么能不扬眉吐气，喜地欢天呢？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这是我们心中最美最豪迈的语言。
十六颗星座，都是六枝花，都是六福生的甜美诗意的家，我是我生一圈，为生一句话，爱我真话，爱我真话，爱我真话。爱我祖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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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滔滔的大海，碧波翻滚，深情地拥抱着一位时代的巨人。汹涌的海潮声声激荡，用响彻长天的涛声在呼唤着一个伟人的名字，敬爱的小平同志，您就是浩瀚的大海，您以海样的气魄掀动起改革开放的中国潮，您用海样的智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，促进了祖国统一的伟业。敬爱的小平同志，我们将永远牢记您的谆谆教导，永远记住您给中国留下的春天的故事。这一天，他设计了这一天，他用心血和智慧描绘了这一天，他最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和我们一起狂欢。为了这一天，相约一百年。您以血汗洗涤祖国苦难的大地，您让中国英姿焕发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，您以智慧的钥匙打开富强的金锁，历史的脚步终于跨过艰难的门槛，给中国留下一条康庄大道，给香港留下一片繁荣明天，给未来留下一个不朽典范。为了一个伟大的心愿，整个民族都曾经为您祝福，整个香港都曾经把您期盼。我们曾和1997相约，7月1日0点敲过，即使抬着您的轮椅也要请您去看看香港，看看洗雪百年耻辱之后，海风吹得多么清新，紫荆花开得多么鲜艳。我们曾和1997相约，不管是在秋季或者是在冬天，即使搀扶着您的双臂也要请您登上太平山，看看香港的层楼海湾，多么豪迈的气魄，多么灿烂的明天。今夜我们对这大海呼唤，小平同志，我们等您，等您来到我们中间，等您了，小平同志。
庆的红灯等您亲手点燃，团圆的美酒等您举杯相干，等您浅水湾望穿秋水，等您太平山望断云烟，等您盼您想您，今夜您就在我们中间。看哪，您多么自豪地坐在那里注视着我们的演出，这是本世纪末最引人注目的舞台。看哪，孩子们跑过去把一束盛开的紫荆花捧在您的胸前，紫荆花多像您的笑脸，笑得那么亲切，那么香甜。听您的声音就回响在我们身边，我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，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
桥两边飘扬的都是五星红旗，桥上来往的人们川流不息。尽管回乡的通道又增开了许多，但熙熙攘攘的人潮却依然那样拥挤。在回乡的人潮里，我们结识了一位可爱的香港少女，她要登上新通的大丁九，去看看暮春洛阳的牡丹花，看看盛夏江南的荷花雨，看看金秋长城枫叶红，看看隆冬在北雪满地。是啊，我们的祖国就像一棵伟岸的常青树，它根深叶茂，顶天立地，岁岁年年为我们遮风挡雨。它鲜花盛开，瑰丽神奇，为我们描绘出人间多彩的四季。我们的根在这里，我们的爱在这里，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。永远的我，依然牵挂心中。
长江奔腾昆仑巍峨，共产党领导的崭新国家，处处盛开社会主义花朵，百年的相思梦，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，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一国两制的宏伟构想，为祖国的统一开辟了光明大道。1997年掀开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，香港同胞一定会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璀璨，美丽的东方之珠将变得更加妖娆。1997年，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。中华民族迎来了最自豪的时候，祖国的明天将更加辉煌，更加